88G 最大有效射程800米，打不中不丢人。准备好了自行射击。还行，还行，马马虎虎。啊，对。老黑到。下雨了，准备训练攀岩。是，报告。起来说话。88G，最大有效射程800米。不知道1200能怎么样？不瞎胡闹吗？这是。没玩过。唉，就当给他练枪了。来，同志们，何晨光同志想挑战1200米，大家说，给不给他机会？给！1200米打山头，有把握吗？您不是说试枪吗？但是。我需要一助手。哦。啊，好。哎，别，这不敢。是这意思吗？来吧，别装了。现在我宣布，列兵何晨光到，为我神枪手四连，一班狙击手。我没有翻那么多弹，狙击步枪啊！别闹了，狙击步枪的子弹能穿透装甲，挠挠痒都不会。别着急，你看，最后一辆是指挥坦克，那个露出来的是车长，也是连长。你怎么知道那就是指挥坦克？你看车上的天线，那天线是为了跟上级联系用的，只有指挥坦克上才有。我们虽然打不穿他们的装甲，但他们的人愣在那里。我们先射击连长和指挥坦克驾驶员，指挥坦克就失去了机动能力。他们在哪里？可是他们有那么多坦克，枪一响，他们都会缩进毛毛壳子里，
通过潜望镜观察外面。我们在几百米外的山上，潜望镜的视野是有限的，想通过潜望镜找到我们难了。我们就等着他们的眼睛。潜望镜，对，我们对着潜望镜逐个点名，没有潜望镜他们开不走。驾驶员往左边走。那也就是说，就靠咱们两个狙击手就可以消灭一个主战坦克连？没错，这叫四两拨千斤。怎么样，敢不敢？敢。我们先从指挥坦克下手，接着打这领头的，把他们憋死在山谷里。我打连长，你打驾驶员。3 2 1，狙击手，他们果然在使用潜望镜。要是咱们有反坦克导弹，他们肯定全跑。狙击步枪号称小型远程火炮，我们这样干：我从前往后，你从后往前，挨个点名。好，轻松愉快解决战斗。连长，连长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不要问我。都已经战死了，潜望镜被狙击手击中，仪器已经失灵了，现在该怎么办？给我来支烟。明白。还是我高明吧。那必须的，连长比较英明。那是，得让那帮小子狙我。他们开始放烟了。这就跑路，他们会呼叫炮兵支援，高炮弹来个远程火箭炮覆盖，我们只能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一旦被发现我们就跑不了了。走吧，支援等我。不会吧，狙击手打坦克，他是谁？这孩子，我果然没看错他，天生的狙击手。这些年他没白过，一直看他父亲留下的资料。把所有的狙击手都撒出去，他肯定在附近活动。
狙击了蓝军司令。他在哪儿呢？烟囱上面。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没听到枪从哪儿打的吗？哦，赢了！什么反斩首战术？